need you to pal up.我叫库尔班江梅梅蒂，今年52岁，是沙伊巴克清真寺伊玛目。今天斋月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在这儿集中吃开口饭，然后到清真寺做礼拜。Assalamu alaikum. Wa alaikum assalam. 看好了没有？看好了。好。不要到处声音来。我们讲究最后一天是要喝糊糊的。今天是我们的入节。今天特别热闹，我们现在准备做回礼。Okay.